We go together. 除此知名音乐剧《火爆浪子》，配合俏皮轻松的曲风，三 D 快速且丰富的图形变换，充分表达出台湾人民的热情活力。表演者手捧花束，象征庆贺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。中任意其对，最后以游行方式退场，希望带动观众们抛开束缚，尽情的也欢庆国家庆典。队员们各个品学兼优，步履并进，更在许多方面有杰出的表现。队员们领着烈日烈阳集训，卯足全力准备，就是为了成就这一刻。他们展现了令人感动而且敬业的亮丽演出。希望在北影女中乐一起对泪与美的表演之下，大家齐力共创美好的未来。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北影女中乐一起对所带来的演出。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每年最金石也最受瞩目的操演，那就是国防部联合乐队及三军一队。